咱啊要平安吼，要先心情来甲预防，这较重要，你安知？好、哦，安尼要安怎预防呢？就简单啊，就是土石流发生的征兆来的时阵吼，咱就为这溪底边啊，两边较悬的所在，赶紧来疏散，千万唔通对着土石流的方向该走去哦。啊，安尼哦。对啊，阿姨安尼走的时阵哦，是偌济速度啊？哦，因为咱走的速度吼，绝对无土石流这么紧，因为一秒就走17公尺呢。吼、哦，安尼是有偌紧？哦，这么紧？废话，啊有讲啊无讲嘞？哎、拜托哎，100公尺只要6秒的时间呢。哦，安尼我嘛是听无呢。哎、啊，你100公尺走偌紧？哇，嘿啊，我上高走嘛爱12秒呢。拜托哎，这土石流的速度吼，足足比你紧一倍啦。哈，你行比走用背啊，拢总无效啦。哎、欸，安尼足恐怖的呢！啊，本来就是啊，哦、所以讲吼，咱人平常时都爱知影讲如何来解预防，哦、啊，你吼都袂去受到伤害啊，哦，嘛袂去互吞去对不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啦，我都甘愿互你食去，嘛不爱互伊吞去啦。你叫我给你食，哎呦，你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收看咱这届购物台，要甲恁卖什么物件，到底拢讲有吼？即下要甲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来介绍、哦，这是救难背包。啊，救难背包啊，对对对，万一土石流来，咱赶紧的拍啊吼，来拍起来安尼啦。来，爱带什么？第一个就是讲咱这包的毛毯，对，这包的毛毯啊，安那讲吼，时间会有的话吼，甲咱处理的大放，甲扎一下安尼。是安怎爱毛毯呢？对啊，因为你半暝在外口会寒，讲甲皮皮准的东西，我来解吼，夹到咱身躯面顶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这个是啥？蛮好玩的嘛！秋电啊啦，你叫伊什么啦？哎、欸，这不但秋电啊吼，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哦、喔，没办法。而且吼，够用听垃圾哦。对啊，听垃圾哦，啊，较经常听讲吼，咧报告这灾情到底是如何？好，过来，哎、欸，你这个吼爱吃呢，你搁炸这个是啥物啦？哦，这是饼干啦，饼啦。哎、哦欸，这饼干会用炸，口粮会用炸，干粮会用炸，但是咧，你若鸡能够啦，甚至讲有一些比较啊生肉的、生菜的啦，会软起的、超生的哦、喔，迄你就唔通炸哦、喔。对啊，千万唔通炸迄款的哦、喔。爱去炸糖啊饼啊，拢总可以哦。你去受到小伤害的时候，赶紧的用这个啊，稍微救救急。对啦，啊，听讲吼，万不离了受伤啊，莫怪，连咪都 OK， 无问题啊。过来讲了这个，万用工具箱里面钳子、镊子、刀子，全部通通都有。最主要就是讲吼，有当下你什么东西啊，产品名单派去，赶紧的，来修理一下啦。天助自助者，自己来 DIY， 来修理物件。过来这个。哎呦呦，警察来啊！警察来啊！阿娘喂，这恐怖咧！你先来，我这边你敢知影咧？对啊，万不哩人啊，要甲你救的东西吼，啊，找无你人伫在，因为遐深山拿来，有当时啊看无路吼，你哔哔哔，嘿，因就听到你的声音嘛。过过来就是这个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。哎呦，高凌风燃烧吧，火鸟。哎，这个是啥？就是赖达啦。赖达主要会功用，就是讲你万一伫咧外口深山拿来，有摕一挂啥物，还要生火也好。对啦，好，阿万不哩讲吼。你也要烘肉，要烘鱼啊，还是讲你真个足寒的话吼？这是中秋节烤肉的烘吧？无啊，安尼啊半暝伫遐会寒，对不？啊，不冻嘛，腰。那南湖需要会时阵就飞来。雨衣这个折叠式的哈，其实啊，折不折叠没有关系的，只要雨衣把它带着，万一遇到了好雨，就可怜的呢。嗯，我妈大姐嘞哈，较袂了红蓝，啊，清洁较袂寒，较免伫遐落雨，到底伫遐痛苦啦。哎呦，奇怪，哦，清凉外好，忍袂起了，精神赞，啊，你好差啦，水一定爱打嘞。系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咱人吼会使三更无食饭，袂当的吼，一更无啉水哦。志玲，晚上见啦。好好好，志玲，志玲。手机啊，手机要要创啊？啊，都唔爱联络代志的啊。哦，联络人甲你救就对啊啦。甲你救呢？嘿，跟女朋友打情骂俏嘞。讲你即马人非常的平安啊，叫伊吼，快底下紧张。最后一个。啊，这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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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没有。没有就不行了，这张是啥米来？好位。温刀诶，身份证、健保卡，全部通通都要带着。万一那个证件的时候，你有用到的时候，你叫民工诶，啊，你是什么人啊？对啊，就算咱讲个拍你百年，咱哪会想什么代志？你嘛知影讲你是姓什么名什么吗？你是来乌啊嘴啊，啊，直接好甲大家提醒，一定要带这物件哦。你只拢爱家己去哩，嘿，好久都到的时阵，来你就到，对啊，救你一条性命。好，谢谢你，拜拜。
这土石流吼、是大自然一款现象啦。但是哦，咱常常乌白臭修啊，一寡人为因素来影响到这山坡地、哇，就变作一个灾害啊！你敢知道？哦，亲像咱台湾啊，九二一大地震了后，对，哦，土质拢变松啊，对，气候变迁、全球暖化，嘿，这不得不爱注意呢。对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哦。经过这届，咱才知影讲吼，咱也是住在这山坡地，对，诶附近，嗯，哦，那坡度有较大，雨水嘛有较大的时阵。你都要赶紧选啊，紧来走啊！拜托拜托，即马就要选，好爱甲这重要，但是补充完了，我甲陪你去选啦。这我知，我来讲。好，第一，附近若是有山崩或者是土石流来发生，好爱紧走哦。有无正常的山声？好紧走。哎，山水啊，熊熊在冻掉咧。好紧走。溪水当中啊，你若看到迄流入来吼，有树枝啦、甲插口啊啦。好。紧走，溪水变落去。紧走，溪水当中有石头磨的声音。哎呦，紧走啊！啊，佫有奇怪的臭味。哎呦，那是你放屁的味啦！不是，这不是放屁，这臭味吼、比放的屁佫较臭。嘿，这是土石流要来的征兆。哎呦，紧走啦！后来有树仔劈开的声音。紧走，最后，那你亲像看到迄雷公死难的火光。哎呦，紧走啦！对，留着一条命，唔惊土石流啦。紧走。啊你直直走，要紧走紧走，要走去倒位啊？啊就即马讲完，我要来食肉丸啦，一鸣，拜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王一鸣，代表着梅子向大家讲一声再会，感谢你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感谢。等下，啊你安尼这集就转接起来是无？啊是你家己讲拜拜啊？无，咱最重要，但是要给补充啊清楚啊。你这算补充包的对吧？环保的对吧？对，而且环保是最重要一件代志，而且要给咱好朋友大家提醒一下哦。哦。每一年的风台平均有四个，每一届撇走三天，安尼唔多十二天，就无方便的呢。哎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这十二天吼，我你一世人的幸福甲快乐。安尼阁会好、哦。会记得哦，做好土石流的防灾工作，换来一生的幸福平安。